十號碼佳龍區22蚊。好，你一開閘嘅時候咧，誰可拼稍慢啊？前面快嘅馬咧就係呢只美麗之星放啦，咁跟住第二位出邊有駿馬名區啦，最出起連掌聲啦，中間位置咧仲有醒目名區啊，響入邊藍衫咧，咁啊先見到佳龍區啦，內欄出閘慢咗，紫色衫嗰只誰可拼走翻上去馬林中間白衫，仲有人強馬勁啊！咁啊見到細色唔對啦，要走外搭，起連掌聲出邊橙衫拖拖線，拖咗來尾五嘅，尾四內欄係天才，中間火紅人。殿后两匹马，咁啊有呢只咧就美丽大师贴咗栏先，咁啊响佢出边咧就系准备就水嚟噶。好啦，过咗呢个1000米嘅段处啦，咁啊人强马劲就走出边占先啲。美丽之星跟住个第二位，后边第三，咁啊仲有呢只骏马名区啦，第四位谁可拼啦，再后边第五位佳龙区啊蓝衫嘅天才，咁啊白衫粉红帽啦，拍住佢出边仲有醒目名区啊，再后边美丽大师内栏尾四。咁中間火紅人出面就喜連掌聲包咗落尾，仍然係嗰只準備就水嚟噶。好啦，咁啊入直路路啊，前面人強馬勁就帶住呢只美麗之星入嚟，第三位出面駿馬名區，四搭出面要走啦，佳龍區啊藍衫嘅入面有誰可拼，咁啊再喺馬林中間，美麗大師揾緊位，後多少嘅馬仲有天才，鬥到嚟最後200米，佳龍區中間直追美麗之星，後面嘅馬仲有天才上緊嚟，中檔位置就美麗大師，最後50米，佳龍區已經係脫穎而出，贏緊呢場獅子山錦標啦，跑第二名嘅馬美麗大師啊，天才第三，美麗之星咧就跑第四啊。